肉を食べて元気つけるぞ。大家晚安。晚安。今天呢，我跟文当要来吃烧肉。どうして焼肉食べに行くんでしょう？あなたが機嫌悪いか。对，心情有时候沮丧的时候呢，就是要吃烧肉。我们两个要来吃的是这一家店，叫做 Yakiniku King。这一家是烧肉吃到饱，我们觉得价钱没有很贵，又蛮好吃的，还蛮推荐的。所以今天想出来带大家吃吃看，走吧。走吧。Yakiniku King。我们两个现在已经进到 Yakiniku King 了。Yakiniku King。这里的吃到饱呢，有很多种 course， 有三种，有分成58种2680日元的，也有另外加4大名额2980日元的，然后还有最高级的 Platinum 是3980。那我跟文当呢，每次都是吃2980的，我们觉得这个最划算，因为它这个2980的比这个2680的还要多更多。我们第一次吃这个，觉得东西其实没有很多，有点可惜啊。所以大家要来吃的话，建议你们点这2980。然后这里点餐呢，是用平板点餐。那这个要注意哦，吃到饱的 course 啦，所有的只有到最后20分钟之前，所以要小心。点完餐之后呢，平板就会切换画面，有期间限定，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对了啦。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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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がうまいんだよ。あとはあなたの大好きなカルビショ。超喜欢吃カルビ的。俺とルーちゃん塩しないよ。ほとんどタレする。ね、タレ大好き。とりあえず肉とあとルーちゃんはねご飯なんですよ。ご飯。对，我一定要吃白饭。とりあえずこれで注文するわ。OK。那这里简单跟大家讲一下，他们这个有一品的东西还蛮多的。那我们看一下副食的部分，副食就是有毛豆啊，什么一些下酒菜啦，还有螃蟹可乐饼跟炸鸡，还有薯条，还有章鱼烧。我每次都点章鱼烧。你讲頼むの？そう、唐家鸡大好き，絶対食べる。那还有这种石锅饭，我觉得他们这里的种类都还蛮丰富的，还有肾缸冷面跟寿面。哦，这个寿面我也是超爱的。你讲絶対頼むよね。そう、寿面大好きなの。然后还有汤。怎样？你想来教？文当也都会喝汤，我是不喝汤啊，可是文当都会喝。最初はこれでいいかな。啊，他们这里还有酱汁，有这个烧肉专用酱汁，还有甜口味的酱汁。那我跟文当觉得这个另一盘最好的，所以每次都吃这个。第一盘会上的是牛舌，然后我跟文当的饮料来了，我喝可尔必斯。黒乌龙茶。文当最近健康主义。マジ今健康第一ね。干杯！干杯！干杯！好好喝哦，这一杯一喝下去，觉得人生什么都顺了。牛舌。俺とルーちゃんさ、噛んでも塩とかレモンとかじゃない、普通にタレで食ったよね。そうそうそう。塩の意味はどこみたいな。カルビ来啦！然后是我跟文当最推的那一个干贝高丽菜奶油烧，这个真的超爆好吃，我们两个超爱。好吃，好吃。ルーちゃんも食べます。いただきます。好有嚼劲哦。可以给弄大。你们看这个肉，其实我跟文当吃过蛮多烧肉店的，可是 Yakiniku King 的品质就还蛮稳定的，很好吃。所以你会是有呢，要吃的。文当又在爆点了，因为我们一开始没有点那么多，他现在爆点。野菜スープ、野菜スープマジで好きなんですよね。なんか焼肉の時に絶対に頼んじゃう。このね、卵と野菜まろやかなスープで食べるのがすごい好きなんですよね。我那每次吹心的鼓起来脸颊超可爱的。大根。哦，其实我一直在烤肉，完全没在听他在讲什么。然后呢，刚才又来了一大堆，来了这个我不知道什么东西的肉，也是期间限定的寿喜烧肉，还有这个哈拉咪，还有章鱼烧，我的最爱。文丹每次很鄙视我会点这种烧肉店的章鱼烧，可是我就很喜欢呐、啊，因为它外面都会脆脆的，很好吃。阿贝利卡贝德，不一样，什么？不要，你不要食べたいね。こんなものにお腹を費やす時間はない。あれ好吃なの。我们两个重头戏，干贝高丽菜奶油烧，这个真的超好吃，我们试一次整个惊艳，好吃。
マジうまい。好吃吗？好吃。一年。接下来要喝我最近最爱的南非国宝茶 ，Louis Bossy， 可以选热饮还是冷饮？你喜欢喝哪种？文当也喝南非国宝茶，我已经有点饱了，文当还是持续一直在点。大家是不是看不出来文当这么瘦？其实文当真的超会吃的。他呢，洗过多啊，你没加肥了啊？因为文当做建筑的嘛，回来就会比较累，都会很饿。焼肉スープはやっぱりなんか生きてるって感じがする。结果今天根本就不是为了我，是为了文章。不好累。不好累哦，不累。不累。你到底要说什么？哎呦，火好大哦，吓死我了。焼肉食ったら元気出ると思うよ。哦，谢谢。ルーちゃんなんてさっき眠たそうだ。ルー幸せ。幸せだから眠いの。機嫌悪かったよね。あ、でもスーちゃん明日の朝も早いから焼肉食べて元気出てい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ね。今夜。哎呦，只要一烤那个肉拿起来。油就会让那个火整个冲起来，超可怕。冲热。对。那对付小宝靠什么 ？Q 版的球。叫做你新款新款鞋。我带点蛋的油的，对的。干贝。干贝，干贝好吃。最后我们要点甜点，甜点的话它样式还蛮多的，总共有三页。像第一页的话有冰淇淋，还有冰淇淋泡芙，有香草跟抹茶，还有一般的双淇淋。双淇淋还有黑糖黄豆蜜，在第二页。这第二页文章比较常点，文章点这个巧克力蛋糕，然后这里还有杏蛋糕跟杏仁豆腐跟果冻，很多种种类。我比较不喜欢吃甜点，我都会点面，点个寿美来吃，这就有点像是台湾的面线那种感觉嘛，我是还蛮喜欢的。文章的巧克力蛋糕来啦！来啦！怎么感觉今天的巧克力蛋糕比较小？まあでも食べ放題だから何個でも頼める。そうだね。ここが一番好きなクリームが一番。文当年去喝星巴克啊，那个点心瓶的上面奶油都会全部吃光光。ニキビで安いから、あんま食べたくない。ルーちゃんのそうめん来啦！来啦！给大家看そうめん里面有什么？そうめん里面呢有そうめん，还有海苔、芝麻，还有葱。文当，你有放心一点吗？ルーちゃん。日本的夏天就是要吃这。台湾的夏是？凉面，我好喜欢吃台湾的凉面哦，我们都没有卖。好吃，吃自己。好。咖啡的。没了。文丹又点一个冰淇淋来了，在干嘛？喂。哎呦，好烦哦。我们文丹真的是天使般的纯真。好刺激。哎呦。吃完了，我们两个今天这样吃，两个人的烧肉吃到饱加饮料喝到饱是7414元。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回到车子里面了。噔噔噔，其实今天也不是心情不好啦，是因为接下来有一个蛮重要的工作，然后我有点紧张跟不安，所以想说吃烧肉来重振一下精神，这样。不安解消されましたか？解消されましたね。おお。というか元気もらいました。おお、よかったよかった。俺もね落ち込んだ時に焼肉食うとねすごい元気出るからね。それをルーちゃんにも体験してほしかった。最近はね焼肉ブームが2人で来てます。我们两个真的吃了还蛮多家的，就是这一家焼肉 King 吃到饱，真的还蛮好吃的。あ、ルーちゃん焼肉の中で一番何が一番好き？カルビ。2位は？カルビ。カルビしか知らないんじゃない？じゃあフーちゃんは1位。俺1位はカルビ。2位。トントロ。3位。すき焼き。今日全部食べたじゃん。よかったね。ここはね、やっぱホタテが美味しいのよ。あ、そう、そこのホタテマジで美味しい。今日はサンサー食べました。而且就是这家焼肉キングの附近啦、就是有很多スカイア什么什么的、或者是百元店、所以每次我们两个吃完都会在这附近再逛一下。真的是在东京比较没有的体验呢、因为东京不会开车嘛、而且真的是在熊本开车就蛮方便的、就是要去哪都很方便。でもうちには DVD プレイヤーがないから、いつもね。断念する。ただ蔦屋に行って、あこれ見たいねで終わる。文章之前就一直说要买那个 DVD player， 然后我就一直说。
可是我们两个又没有搬家，你现在买了我们搬家还不是要搬，那浪费钱，我就一直不买。然后文当中说又没关系又买了，就是我们两个常因为这个就是一直争执不休。好，那今天呢也吃了烧肉，等一下回家呢就要赶快睡觉，然后就希望我的工作商谈顺利，加油加油加油！而且文当明天上班要超早起的，那我们两个刚好今天就是吃了烧肉，我们两个人就可以一起好好加油，耶耶！好，大家再见，晚安，晚安，拜拜拜拜，等等。